嗨，我是申明，然后是个建筑师，然后大家已经很纳闷说我跟 open source 什么关系，那我只讲一个简单的故事，就是我们不是一般的建筑师，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盖房子，叫你听一个不盖房子的建筑师他一定会倒掉，但是我们在不盖的原则，我们找到自己的条路，就是假如台北很多老房子，但我们开始把老房子当作朋友一样，你不会把你房朋友老，你就叫他你赶快去死掉了，你会让他去看医生，把他医治好，让你这个好朋友重新变健康的朋友，这就是我们的态度。那我诚挚的邀请大家八月五号来社科院来看那个 Coast Cup 的演讲的活动，谢谢。